竖画写得很长，加粗，点重，横画略重，再来两个笔画略细，带一点行书的动作。上面重，下面轻，点下面拉长一点。好，月的这个竖撇写得好轻啊，这个加点粗细。翘起来，第二笔也是翘起来。好，那上面这里跟上次写的一样哈，这一笔还是拉得非常的长，那这个还是拉得非常的宽。啊，这个短的，这个点大的往下拉。细的，主笔画拉长，做弧度。粗细，细的折进来，短的扭一下，有弧度。竖画作为支撑，拉长一点，加一点点粗细。撇竖撇啊，撇得比较直，那就可以抬上去、斜上去、折往内缩，加粗细，然后撇轻轻的，点重重的，这个斜扁扁的，扁扁的。一样扁扁的，扁扁的，有点弧度，细的。好，这边要注意间距了。间距，间距，扭一下装饰性用笔，撇短。捺重，图是重的，扭一下，左边重，右边短，斜扁，下面还是斜扁，朱笔画写重、轻、撇撇平一点，撇平一点，只有最后一笔比较斜。